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拥有独特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的新康花园，建于1933年，由11栋两层公寓及4栋五层公寓组合而成，是一座聚合式的花园公寓群落，其中两层楼的建筑为西班牙风格，结合了清新活泼的淡绿色粉墙与艳红屋瓦，并运用砖石不同的材质，创意拼贴出细微的装饰花纹。而南方的五层公寓同样为淡绿色外墙，但整体则采现代艺术设计，点状式架构中设有宽广的公共庭院空间，皆展现不同的独特巧思。